友情研究所，遇见你真好。他是徐若涵，他是李文翰，他是于娇阳，他是周灿。隐藏任务：不被对方发现的帮对方整理头发，不被对方发现的帮对方整理衣服。失败时接受魔鬼滤镜合体自拍挑战，成功将获得一份现场热烈的掌声及真挚的祝福。第一次相遇是在什么时间？什么场景？不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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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弄头发呗，你这是弄头发。那你是什么？你要猜啊，是不是？第一次相遇的时候是距离还是？两个人在三次元的生活中啊，在定妆的时候。什么什么？问题是什么？我刚刚一直在想这个。第一次相遇是在什么时间？什么场景？化妆间，对。化妆间在试妆还是定妆的时候？对，我当时化了一半了。对，我当时啥也没化。半妆还不如素颜，半妆贼丑。互相猜测一下自己留给对方的初印象是什么？因为我俩都比较那个，不是很自来熟。对，有一点社恐，觉得对方有点高了。他画一半，然后我还没画，有可能他想的是我画一半怎么见人，我想的是我什么都没画怎么见人。我想我就等我画完再打招呼吧。我想等我画了再打招呼，这种感觉。他介绍了一下，然后我就起来，你好，然后就各自再画了。你好，你好，然后就各自干各自的事情。六六导演也是陪伴大家青少年时代的一个作者，见导演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担心？对，所以我收敛了。见导演的时候特别收敛，然后他就觉得我像周灿。我是还好，就有一点点紧张，因为之前一直看他的小说，终于这次等于说是见到真人的这种感觉，见到活人了。对，见到活人了。见导演第一眼就被嘲笑了，因为我当时来的时候，我这贴了一个好大的创可贴，导演说你怎么回事？我说是自己刮眉毛，然后那个刀片没拿住。然后这一掉，我自己啪一拍，然后就拉了一刀。但是什么样的蠢人才可以干出这种事情？不知道，我就这种。你的眉毛上口红，啊，弄一下，弄一下，好了吧？嗯，还有，你全截图了，待会儿。私底下的相处模式是怎样的？欢喜冤家，他说我像村姑，我说他像海胆。不是说你像村姑，我重点是公主，村里的公主。那就是海胆中的王嘛。对。对于这个称呼，两个人满意吗？我还行。还是公主嘛，也还行。也不追究哪个村了。对。对方有没有偶像包袱尽失的时刻？当他把口红画在自己的大板牙上面的时候。他在现场唱女团歌。我什么时候唱女团歌了？你教我的呀。来吧来吧，才艺展示环节开始了。救救我，救救我，给他掐下我人中。哦毕竟看片时有没有自己都甜到手脚蜷缩的片段？有就甜到那个脚趾都抠出一个厅了的那个情节都有。有就是那个你的眼睛，你平时眼睛看着你而已。我们当看到预告片，我在家里就想，我就想说周灿那么油吗？没有啊，很甜，但不油。哎，真的不油。真的是在跟他陈述事实，真的只能在看着你而已。我就怀疑这个心情。黑暗中他的眼睛很亮，我说：“哎，你眼睛为什么这么亮？”因为我是猫科动物。啊，那你应该发光刷那种。然后他是那种，就是我真的只是在看着你而已。那你们觉得油腻的瞬间是什么时候？按着我那种想法就不油腻了。对，但是我看了又觉得有点油。就看自己看自己讲情话的感觉，可能会有点怪怪的。片中有同喝一根吸管、壁咚、强吻、贴贴等很甜的画面，你们是会被 skin shape 搞定的人吗？我是，就是你会被这种就是肢体接触会觉得说，就是他好甜哦，我喜欢他。应该吧，我忘了那个感觉了，当时一根葱是吧？啊，葱。对对。你最后亲亲都会有葱味的，那是真的葱，那不是假的葱，它真的是从菜市场买过来，然后给你剪成两段的葱，而且它每一条拍那个吸管，它必须得是新鲜的，不然它就会软，所以它每次拍一条，它会给你咔一遍，那就不会闻到味道那种。李文翰大荧幕出吻，安静几次？我不是啊，我之前亲了好几次了。大荧幕？大荧幕？那我第一次上大荧幕。所以说是荧幕出吻吗？哦，荧幕初吻不能这样理解吧，那是电影初吻。那就理解成大荧幕初吻。哦，大荧幕初吻可以。周灿嘛，周灿认真，有 NG， 然后当时不是他们还教嘛，说你们要有那种
动态的感觉，不要看死在一起。哦，都放出来了花絮。对对，嗯，而且当时很多机位，我记得就有手持，然后还有固定的，反正就是感觉拍了一天。嗯嗯。那不比之前跟柱子的初吻？我跟柱子初吻，你还记得清楚楚？我都忘了，你还记得？是一个男的，是我的队友。是一个韩国人。是真的亲上了吗？我们是和你是这样的，我忘了。你们在夹同一个东西吧？好像是。不是，你听我解释，你听我解释。那个游戏啊，那吃那个吃到那个最小那获胜。我跟柱子那个荧幕初吻，我觉得还是一段甜蜜的时光。祝你幸福啊！分享一下周看被宜家羊饭铺的拍摄趣事。没有，他第一句话是你中午是不是又吃饭了？我说哦，你中午不吃饭？没有，调侃一下，就调侃一下。但他还是很厉害，因为他背了好几条。我直接上手背，我不好意思啊，我是不是？对啊。不好意思，我只能调侃一下。他还是很厉害，他背了好多条呢。对。嗯，天花板，不是开玩笑。因为我很重，他能举起来，我觉得很厉害。徐若涵也跟很多男神拍过戏了，点评一下李若翰在当中的地位。为什么我们周深就是第一名？骄阳叫灿烂骄阳 CP 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是第一。Thank you, thank you. Yeah. 周看去洗手间整理裤子被于骄阳误会是生理期的片段，拍摄时有在场吗？因为那天特别热嘛，然后我们俩是在戏里是比谁裤子更湿，我们俩是在现实生活中是你干的比我快，我干的比你快，这种太阳照的我俩的裤子就我可能一会儿干了要补，他一会儿干了要补，比一比看谁干得快。其实我不是还去那个女厕所洗裤子吗？嗯，跟导演说我那个臀部一定要这样这个姿势吗？导演给了我确定，我才用这个姿势的。所以在拍摄时，你有问一下导演对于这个姿势的顾忌吗？没有，我就觉得哎，我拍下来觉得哎，看下来觉得还不错。那个真的是全片很大的一个笑点，是吗？超好笑。所以生活中有发生过走错洗手间之类的这种糗事吗？我有。对，我一般都是横冲直撞的走路，然后我走进去之后发现，哎，我都要小便嘛，然后发现没有小便池，然后我又慌了，然后我就完了走错了，然后就出来就在旁边。差不多，我走路也横冲直撞，就完全不带看的，就感觉那个方向就是我要走的，我就冲过去。就平时的话，就会有工作人员拦我，说你等一下，你走错了。我记得有一次是上学的时候吧，然后哪一天是，反正就是出门，然后横冲直撞冲进去了。冲进去之后感觉不太对，往外走的时候，对面来了一个男的，他说这是女厕所吗？我说对啊，你走错了，我在那边，然后他就过去了，赶紧跑。那里面没人吗？里面没人。嗯。如果像片中一样被前任邀请参加婚礼，你们会去吗？这谁写的问题？你会参加吗？你会参加吗？分吧，应该不会。分前任？咋分呢？就是你跟他关系好不好啊？你的前任来关系好？老死不相往来，你还去跟他干啥呀？基本还是不会去吧。那会给他发红包吗？为什么？就不去肯定不发红包。对。去也不一定会发红包。要发红包吗？那怎么回复他们的邀请函呢？邀请函他发不到我手上，邀请函就没有任何联系方式了。对于看了流鼻血葬礼致辞情节后误以为周看会得绝症的观众，想说点什么？没有，没几句。对，就是有点虚，别的还好。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，要是感觉是自己身体虚了的话，就多喝一点枸杞水。对，花生水，当然给你做的弄的花生水。花生水管用吗？不管用，枸杞才管用。枸杞都喝嘛，掺着嘛。好，枸杞好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设定，像你们两个想故事情节的话，后续会是怎样的发展？那我挂掉了，那你会再找一个吗？你肯定会啊，不会守活寡。就你肯定再找一个，然后我的灵魂就飘到你们的婚礼上来。然后感谢你特别，我就开始现唱。那我还是别结婚，还是守活寡吧，不想看到你的魂。之后如果爱搭，想演什么关系，什么内容？他不想演坏人吗？我也想演坏人。哎呀，我们俩当两个坏人嘛，坏蛋集团，坏蛋集团，大当家和二当家，就是那种十恶不赦那种。对，就欺负他们那种，对吧？对，一个团体，然后对，再码几个人。先把就是企业做大做强再招人嘛。可以、给七夕看病的观众一些心理安慰吧。结局就是不一定是最完美的，但是它的那个过程肯定是最完美的。遇见就是上上签。对。
立个 flag， 意见你票房到多少，李元汉就会怎样，徐若涵就会怎样。来，我这个人不擅长立 flag， 你来吧。那我来把你的也立了，我不是坑你吗？你还是自己立自己的吧。好，破50亿我裸奔。破1亿我。我让徐若涵，我让徐若涵把大门牙都涂红了，全红，好不好？5000万剃光头，5000万再剃光头？那你给我说的，能不能好好理？那你让我画牙呗。我不想看你牙。我想画牙。那行吧，那要破1亿，李元汉画牙呗。可以，好吧，我画牙，你画什么？我画画啥？你想画啥？画牙，这再点个痣。破1亿落到干嘛？剪头发。哇，导演，导演头发那么长？哪有那么长？没有那么长吗？都是这儿，哪有那么长？破5亿，导演剪头发，好不好？多加4亿。破5亿，导演从这儿头发剪到这儿。因为是偶像或者因为是新人，对你们有一些刻板印象，然后不进电影院吗？其实我觉得作品其实不只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，就不是说是一个偶像和一个新人去给你呈现的，其实整个作品是整个团队有很多很多人的付出。其实你没有，其实不用说对我们的刻板印象不去看它，我觉得你可以是为了整个团队，为了这些人辛苦的3个月到4个月的付出去看它。所以其实我觉得说，我相信这个电影是可以给你们带来共鸣的，所以去尝试一下吧，不要在没有尝试的时候就拒绝。对，还是希望你可以去看一下的。默契测试一：合作唱出至少3首带遇见遇到的歌。双人合体，茶点比心。来到我黑夜的尽头，像一颗星，爱情是淡淡。哎，什么来着？你在唱什么？唱你的歌，就是那个遇见你吗？像一颗星。后面你唱什么？刚才你唱了句什么？爱情是淡淡，许诺是光景。听我说谢谢你，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。没有遇见呢。好像是。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？我来自人，来自地铁和人海。对，这个也是。遇见你是我的缘嘛？这是咋唱的吗？遇见谁是我的缘，亲爱的，亲爱的，亲爱的，不是有这首歌吗？对，有。那天昨天我们采访的时候听了，但不会唱。没有别的了，对，来回都这样呗。那怎么办了？没有别的了，这样子。哦。成团环节，魔鬼历经合体，不开挑战。等一下，这个是认真的吗？两个外星人 ，ET 的爱情故事。经过今天的验证，李文翰和徐若涵之间的友情默契指数为100分。接下来是我们的友情宣言。你眼睛平时也这么亮吗？我只是看着你而已啊。